现在来五百块，五百的，五百现在五百块了，哎呀。
七个先，五百了，现在五百。来，后边
起来。哎，几位我八个好不好？我八个吧，没人来不了。我八个现在。来，等一下再打你嘿。我现在我摆。太细的被刺到流血了。三百块，你虾米线？你大地，
你一条我七块，我你卖两条，一条三百，二块百一块。一块两块，这三条现在三百了，四条三百，五条三百，拢来现在五条来三百块，三百块。第二下面现在最后一条可以卖三百块，三百块。真的吗？三百，卖三百块来。第二下面卖三，不要来了。啊，咸鸡肉啦，来不啦？我们在咸鸡肉啦。两块啊，两块，一块五百嘞，一块一千哦。是哦。你好一点，我去一下那个马来西亚发展。你签啊？好费偌济？你干嘛搞我签了你话？先别卖了，能卖了？能卖了现在？降低吧，这两。你等一下，这边细咸没有？不会死咸的。哦，来两百块，两片两百块，各位来买吧，来这边。降低吧，咸猪肉，这我哩，猪肉打这个地，是地嘞。一袋来百五块，百三块啊！这两袋够现在两百了。加一个，后面搁一个。前猪肉这两袋够现在两百块啊！那个炒菜的啊，炒椒酸了的啊，现在两百。啊，不要了，不要来了，还够两百了，两百块了。还够两百。还够两百块吧？前猪肉够了两百块，前猪肉够了两百，两百块，两百块，两百。喂啊，喂，这谁敢便宜啊？无啦，来很多。你夹嘛？啊，鲑鱼，鲑鱼，等一下。黄金鲳什么？吃要吃黄金鲳的来啦。黄金鲳有水果，水有大只无大只，你家看。爱吃黄金鲳，下摆用一尾，我来抬了，你现在我一尾人抬百八，一只一百八啦。你两只开了，就开三人，一人买三只，一人四只好了，现在要招七八招六百，五百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四只五百块，黄金鲳现在五百了，五只来五百块了，这五只来五百。黄金鲳无人来，黄金鲳这五只五百了。五百了，六只来五百块。等我启动马来西亚第二家园，第二家园计划，我可能去马来西亚买栋房。我现在来我爸就买对对。对够了还不啦？五百块。来，钱多了。我现在搁招钱给我爸先买。黄金仓啊，一百存无一百块，我一百台百块，这存无一百存无一百无人买。还这样不要？没关系哦，他只洗两个讯息而已。他如果再洗的话，再说。又是啊。马来西亚不是有第二大马不是有第二家园计划吗？那个网上的朋友贝尼后叫我去马来西亚发展，帮他做交易训练。我想说好啊，那我就去把他当做我另外一个基地。这两位两百块，这两位两百，这两位两百，来。可以，可以。因为我特别去看过你马来西亚房子的价格。嗯。真的，我真的很好意思，而且又大。不能不讲千里飞吧，来两百块。这是真的。两盘千里是不是？沙地的。六百一万。你那时候跟我说的时候就已经没了，我看到讯息的时候就没了。哎呀，会知大只，会知大只袂啊只，大只袂三尾两嘛。要食海个骨，要食海个骨来个面。最近没了。现在食紧。应该是没有了。大只，会知大只袂三尾两嘛。要食海个骨来，我这条袂了死翘翘。看了一下。食尾三尾，我两百块啦。食四尾也两百啦，这两百。海乌锅现在两百块。还可以四个车位。大尾也两百。他们啊，看地区啦。食四十块俩。大只两百来啦。我现在两百，你要两包了。哇，这边还有柬埔寨人。四只五只两百，我开始吃吧啦。够够，我啊，我一只拿了四只。
你伫啥时？你啥时？哎，够好啦，皮啊！无啊？像啊？小曼？是啊。你不要紧，你先放。新台币720万左右，大概120万马币。对哦，跟我猜，跟我想的差不多。开始。哎、欸，贝尼，到我千五。哎、欸，娃，I D 边插鱼啊，我改封锁掉。住清水哪里呀、啊？哎 ，Lucky， 要爆开讲，不是大陆吗？不管人多对，就不管你。哎，上班嘞，上班。下年赚钱，下年赚钱。好啦，我上班先买坐啦，上班买了买下年。坐哪边？一分五包啊！不吃上班先，不吃。我不吃上班无啦。一分五包，只分五包。萱萱，你已经被我封闭了账号了。不吃上班啊，姐。我们再继续。一分听我啦，我不爱骗啦。你一分我开台机，一分拢超过二亿股啊！一只拢超过二亿股，一只二亿股，这两只开五百，你不吃上班，你讲一百两百块，你吃买五百？是哈。有人来无？三百块来五百，我只剩下五百块。上班剩下五百了，上班五百。吃不了，对，吃不了要叫安啦。贝尼 ，MM2H，OK。我八个位啊，来了。要不是疫情的关系，我早就飞过去找你了。我爸了，来家。九百个现在五百了，还借个钱？啊，借嘛钱啦！我要逛遍，要逛遍，那个好逛，这个东西省饭。只要全世界可以开始自由出国，来六遍。我马上订好机票，飞过去找你，飞你。你订好嘞？好了，你两个只，红衫去买啊。多少？多少？来呀、啊，妹妹，妹妹在台湾工作。还没过来，你火火掉。等你好不好？像我钱，我这先卖过啦。我这先我卖过好不好？来，我再去。这黄金当你大只的。来呀，不加紧的，这总共两个人去了啦，五百了，五百块，没人来。这总共两个人去，两个人去五百。